吃饭了，姐妹们啊！需要阿姨给我爸爸一个小红心哦。这个是蘑菇，然后这个等会吃啊，先吃个大棒骨。这个孩子吃吧，宝宝，来，这是你吃，站这边吃，站这吃，我，忘了带筷子，不好意思，找手了，看不到你了，往那站哪？看我，给爸爸拿点纸。谢谢。啊？不是在拍视频呀。说你们爷俩在这搞野餐吗？我说在拍视频。站好吃。站好，站直了，那样的话不礼貌，看得不好。对叔叔阿姨尊重。把那根筷子过，那两根筷子过，找到了。昨天带了一双筷子过来，还好，有预备。太辣了。